203科技日报金百万有一道好彩叫场景2015年7月14日1:04企业会经典案例金百万餐饮集团董事长邓超一直想将餐饮服务延伸出去，于是想到了外卖。邓超带领团队搭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金百万网站。那时移动终端还没发展起来，顾客都是在金百万门店加入会员后上网站自助订外卖。2008年网站第一单外卖生意成交，不到4年便积累了数十万会